这是一个这一骨灰盒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不是老物件，这不是老物件，就一些哥们儿他们要做一个场景，我带他们收老物件去，正好在八宝山旁边一个旧货市场拆了，我觉得新的我就捡一个吧，是吧？又不是偷的，又不是抢的，有什么用没用？装东西使吗？对吧？完了装点现金什么的，不是挺好吗？这东西你镇得住才行啊，对不对？这我就镇得住了。我从事的职业是老物件的收集，33岁的时候开始，从收音机开始，然后从收音机逐步变成打字机、电视机、电影机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所有的有那个年代感的东西，最后我都收了。初级玩家、高级玩家、骨灰级玩家，是吧？我属于骨灰级玩家。民间没有什么排名，但是我应该在全中国排前100吧，就是有呗，显摆你没有我有，全中国只有我有，全中国只有我有。日宝马，你说我买不起，我买一这个也能是全国唯一的。哎，麦克隋用过，麦克隋，长江长江，我是黄河，我是黄河，向我开炮。就跟富人斗富一样，那我们就斗老，看谁东西老，谁的东西好，谁的东西新。哦。放大的这是，现在是镜头对镜头了。这个东西啊，国内好多人有，但是唯一他没有的是什么呀？这吊牌，写了一个110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现在很孤单，没有对手，真的。怎么着，老板？哎，生意好吗？好啊。好啊。那你拆了呢？棚子怎么办啊？啊？拆了那棚子怎么办啊？棚子不搁那儿。不说这炉子不错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打字机啊，打字机。其实这是可以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用的。不要了，老板，没地儿搁。没事。他当时为什么要拆这棚子呀？就是音响呗。就是市容是吧？对啊。还能收拾书吗？没有。没书了，全是这个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祝你发财啊！哎，我能发财吗？你能发财，劳动就能致富。原来是为了赚点钱，就是生活。我代表了一批人啊，就属于没有家底的那些人。像我们懂得割舍，就是同样10件东西，我必须卖掉8件，留下那2件。这个留这2件，就是在于选择的割舍。就常年的大浪淘沙留下来，全是利润，但是没有变成钱。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这间屋子啊，这间屋子一共20平米啊，我用了一周时间给它布置出来了，集中了我好几千件东西啊，最后浓缩这么一间屋子精华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其实这屋子最后折腾也引发了家庭矛盾，原来是要装修的啊，要做吊顶铺地砖，原来是要高标准来做的，后来一切就从简了，不让家里的我这岳父岳母不让动，现在可能要面临着轰我走。我申请了5年，5年，我觉得我当时我想了，我这东西一共是收集整理13年，我要处理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其实也应该在10年左右，但是。基于这个矛盾这么大，所以我想5年。本身这说白了，这是他的心血，搁谁谁心情都不好啊，因为这点事儿，然后闹在家里不愉快，没法说。哎，5年吧，看他同意不同意。他见着好东西啊，就是不停的那个收，但是说实话，就家里没那么大地儿，地上全给他装东西。屋子里全是货架，过来过去都得测试。这间啊，就是原来这间屋子，整个我给你移出来了。我搬了5天，一共。好看吗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都想不到我有这么多东西。当初都买着房子就好了。现在，我算一下，我就现在这状态下，我要搬走的话，我需要，120平米。我这怎么办呢？我真的，我这怎么办呢？啊！
好家伙，爸，两份，先给您一份，先看，您看好了，我再用手抄，好不好？上一代人肯定是不认可，上一代人可能让你当个公务员啊，然后到岁数生孩子啊，最好要两个孩子啊，这都是他们期望的。但是你一样你都没达到，所以这矛盾就慢慢开始了。等会儿你先拿这个弄完了，你带花镜是吧？您要说行，我就去抄去，好吧？留着留不住的话，就是命了。就可能命中就没这些东西跟他陪伴到老。原来我想过这东西能伴我到老，没想到。国家不支持我们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。你干得越大，负担也就越重，知道吗？干得越大，负担也就重。高手啊，武林高手，最后拿根竹棍都能当剑，我就属于那种拿一竹棍都能当剑使的人，这些东西全在我脑子里了，漂亮吗？啊，漂亮！哎呦，不是我的了。小时候谁家有一这琴，我们都知道。对，您把这搁在您副座上就行，然后剩下我帮您打开，我帮您搬过去。现在东西太值了，真的啊。红的，嘿，太牛逼了。好，给你们弄一个。什么叫艺术家？什么叫收藏家？什么叫艺术家？来，走，红的，黄的，橘红的，明黄的，帝王之相的，男人最不爱戴的绿帽子，我有勇气戴绿帽子，灰帽子，最后是这个银灰色帽子，七天不重样。耶、yeah, 这七顶帽子1000块钱啊，有需要的跟我联系，七顶帽子1000块钱。扫码关注建厂，一起发掘中国故事。